我是从美国洛杉矶来上海，我住了上海一年多。中国很棒，每天都可以学新的东西，还有认识新的朋友、新的字、新的在。这样子我觉得我的日子比较有意思。在中国我去了很多城市，我更喜欢上海，因为一个新的感觉在上海你需要一个 season 三个月变的，美国可能一年两年，就是我觉得在上海工作那个比较有意思，比较好玩，也比较特别。欢迎，这是我的家。一个门店家洗碗热水器冰箱、电饭煲，最重要是每天都学东西。大衣柜、开关、那个垃圾、我的泰利、微波炉。标准吗？我的工作很忙，我没有时间去读中文。然后我的客人、同事，还有我的老板，他们都是我的中文老师。什么意思？春节啊？春节？春节？春节 ？Spring。节是什么意思？节 means festival， 节日。哎，过年是什么？It's the same. It's the same. 春节。春节。过年一样。我觉得联系是最重要。如果我要做外国头发，我还在洛杉矶赚钱很多。我来这里，我做一个客人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赚钱，还有我也可以联系跟一个人聊一聊。How much money you get on average？No， 才没有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个传统，就说小朋友呢是可以得到钱的压岁钱。你是小朋友？但是我对于我们家好多小朋友来讲，我是大朋友，所以我要给压岁钱。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帮忙我了解中国，了解上海。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，我怕过马路，然后我跟我的客人问他们，哎，怎么会过马路比较安全？我有一个很棒的客人，他告诉我，哎，你等每一个人他们泡你泡一样的时间，然后这样子我会了解，现在我不怕。我以前去了我们洛杉矶很有名字那个 Otis 一个大学，可是两年以后我读了，我发现如果我还在做那个 environmental， 我可能我的工作是每一天都实际这个样子，比较 commercial， 比较普通。你要控制头发都是年轻，你撩着头发，你是可以做那个 magic， 控制它，让头发比较怪怪。我觉得有意思的工作是很 creative， 每天都学新的东西。从这边上炫一下，有的时候到这边会控制不好的话，可能会不连接哈。现在比较类似，因为那个角度应该比较平衡。中国的发型师学的东西很快，比我们在美国快很多，这样子让我们发型老师那个让我们的压力比较多。这些都是那个开会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我放在我账上，因为我睡觉我起床我得看，这样子我比较圆卷，我不能浪费时间那么多。因为我来上海的时候是我来住，我要学中文，我要做最棒的发型师，也最棒的老师。我不来这里玩，如果我要玩，我还在洛杉矶，这是我最重要的角色。